近日，中华全国总工会兼职副主席、鞍钢齐大山铁矿生产技术室公路管理业务主管郭明义到鞍钢集团矿业公司齐大山铁矿修路作业区，向基层党员干部宣讲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 宣讲中，郭明义结合自身体会，介绍了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零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的形成过程和总体框架、主线和亮点，以通俗的语言、生动的例子，对五中全会精神进行了阐释和解读。 郭明义向广大职工发出倡议：认真学习好、领会好、贯彻好、落实好全会精神，牢记工人阶级的伟大使命，发扬工人阶级的优良传统，立足本职工作，团结协作，共创未来，把全会提出的目标任务落到实处。 大家纷纷表示，宣讲使广大普通职工对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有了更深刻透彻的理解，一定要在今后的工作中不断推动改革创新，为实现中国梦有一分热发一分光。驻鞍山记者报道。